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支哈，就是我们今年春赛啊国家赛的常州市的总冠军，700公里啊，700公里的国家赛的总冠军。嗯嗯，那么这一支呢是他的，属于他的叔叔，也就是这一支歌了，是吧？嗯啊，特比环的四名，啊，然后这支歌呢也是暗指通插啊，一把抓的各项指定的冠军，啊。十一项的指定冠军，那么也就是说这一路啊，我们王总对他也是信心满满啊。就为什么这一路你敢他敢插敢指哈、啊、敢打，这一路鸽子他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他这路也是工棚、机养棚、地面方赛也都是始终都飞的。始终都飞的啊。像我们看这个。啊，现在看到呢，这就是今年23年的国家赛的常州市的700公里的总冠军，啊，这是他的叔叔，啊，本身也是11项的指定鸽的总冠军，嗯，他这只鸽子的儿子，啊，他这只鸽子的儿子也是所有的暗指、明指的，啊，亚军，但是冠军也都是我们的，啊，但是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就是这只鸽子，从150都是前十。前十名啊，150的9，300公里的7，530公里特那个比环的，7名，这都是这一只，就这只啊，这只鸽子做出来的，就是直接做出来的，对啊，就这只做出来的，说明这个家族哈，我们也不走样啊，不走样，一脉相承，德纯吉养鹏的五官的150跟200都是他直接做出来，他直接做出来，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也是我们的桶里面的第二黄金推手，钻石推手，钻石推手，直接就出战。那么这个配对相对于我们第一配对来讲，它的优势在哪？就是说更加的稳定啊，对吧？距离上可能就是会更有优势一点，更优势。所以它能达到700，能达到700，就是在抗天气啊这种恶劣天气的话，可能这个。相对来讲要对相对而言会难一点。另外呢，之后呢，他，你看这只鸽子，我送爱翔送一个进一个。这一路啊，对爱翔啊，因为也是我们江苏比较经典的一个赛事啊，一个送海地德翔也是送了一个进一个，啊，就是这一路就比较偏稳定一点，是吧？偏稳定一点。来，我们看看整个身形结构来讲的话，啊，这种雨色哈。其实还是有速度的，还是有速度的。要的话，它短距离它不可能能冲得上来。因为这个200公里它也是十几名。它700公里是冠军，但是200公里好像是19吧。完了300公里也是80来名，500公里也六十多名。它也是关比较快速一点。那我们这一路主要就是以什么样的血统为主？但是詹森配的虎纹，这个母牛里边有繁荣，这都是你看啊，我们这黄金配对都是成绩鸽，而且呢，我们这个钻石配对的熊和我们第一配对的熊是同父异母的关系，是吧？不是啊，他是这哥的爸爸啊，这个就是700公里冠军的爸爸，他配是他妈妈。啊，他是配方啊，就是这个上面属于结合。为什么我4名配216？原来始终是在工棚啊、地能方赛始终在进那个得奖，也是这两路下面的人上啊。后来我就用他配上那只鸽的妈妈，就出的这个鸽的爸爸就是这只鸽子的爸爸是他配上这个虎本熊的这个妈妈。反正这两路呢也都融在一块了，对吧？你中有我中有你，对吧？这就是一个整个一个大的家族，对吧？我们出现两个分支，一个呢就是比方说我们这种就是多关赛的哈，就是以速度为主啊，对吧？那么这个呢分支呢，这个配对呢就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说稳定啊，对吧？你刚才说对，他也是属于虎本的三代鸽啊，这对，他跟他也是属于平辈的，对，都是老的虎本的下代，但是他融的詹森的血融的比较重一点，融詹森重一点，这两路融的虎本重一点，对，也就是说我们黄金配对和钻石配对，熊哥两个熊哥是平辈的，都是那个虎子本只是我们掺的不一样，一个掺的虎本，一个是掺的。
詹森都是葫芦本，这个是这路掺的詹森，那路掺的是那个樊龙。樊龙，嗯，完这路我又掺的樊龙，嗯，这边又掺的樊龙，又掺的樊龙，嗯，还始终反正还是没离开这几路血，这几路血，没离开这几路血，嗯，反正还是来自于一个家族的胳膊啊，相互之间就是说也都是很融血的，嗯，好，赛季说明武器啊，就是这个。钻石配对我们也连续四五代法师啊，已经四五代啊，你看这是他的儿子是吧？啊，这个是四实际上指定冠军，这个儿子呢又生了这个啊，又坐一出这个啊，精赛的41啊，特比团的6名啊。啊，综合的7名，嗯，然后这只鸽子又坐育了这个是吧？不是，啊，这俩是平辈，哦，这俩是平辈，同父同母的，嗯，这个鸽子做出来这一点，做出来这个蛇齿五官鸽王26，嗯啊，那就做出了26，嗯，啊，嗯，啊，他又做出来这两羽。他又做出来这两羽，那个阜阳子宫的55跟29，完了这个也是，这个是对那个宝塔的亚军，嗯，这只，啊，都是这只鸽做的，都是这只鸽子做的，对。那么从目前来看，这只鸽子啊，应该也算是黄金种熊了，种熊了，现在黄金种熊，最年轻的一个熊了。其实我们就是看鸽子，就看的就是家族。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这个家族一脉相传，啊，这代代都有高位，啊，而且呢，无论是自身的成绩还是它的育种的能力，啊，都是非常强大的，啊，什么叫好鸽子，对吧？我们想这样的就是好鸽子，这就是实战的家族。但是这个4名的同窝的雌，嗯，就是这个冠军，嗯，啊，它的同窝，啊，对，同窝的这个同一场比赛，这个是雌，这个是雄，嗯，同窝的一个冠军，一个是决赛冠军，一个是啊，两个都是特比团的4名，特比团4名，一个特比团的冠军，一个4个名，好的家族传承竟然是这样，对吧？